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时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农历七月，基隆的重头戏中元祭已经开始了。今年轮值主普的是黄信宗亲会，在携手市政府文化局的之合作之下呢，究竟有哪些亮点，又要挑战哪些困难呢？今天很荣幸为你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天庆。主持人还有两位来宾大家好，副座好。第二位呢，就是我们今年轮值主普的我们黄信宗亲会的主委黄丁峰。主持人还有副局长还有道长大家好，主委好。第三位呢，是我们的民俗专家，我们非常专业的老师哦，游淑俊老师。好，主持人好，局长副座好，然后主委好，我是我不是道长，老师好，真的是专家，比道长更上一层。对，今年很荣幸，我们就是挥别疫情，中元祭迈入第168年，这个168真的是个好兆头。我们走了过来，一样呢，要跟大家一起平安度过未来。快看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起源于1855年的基隆中元祭，在每一个中青会的努力之下，跟市政府合作，他们每年都会擦出不同的火花，主题都不同。我们很荣幸哦，可以邀请到我们的黄信宗青会主委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要请教主委，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又要挑战碰到哪些困难呢？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希望与幸福，我们有两个希望。我们希望疫情早一点过去，因为疫情太苦了。我们希望早一点过去，让我们黄信宗亲会能够恢复往昔那种花车、徒步、采集、游行。那能我们能够这个希望，我们即将实现，因为疫情的确是快要过去了。那第二个希望，我们是希望国人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从在市区的街道、寿山路、田寮河、十二生肖桥、海洋广场、市民广场，都布置的光鲜亮丽，还有各种布置，那希望市民跟游客们来这里一游，那我们这个希望也即将实现，因为这几日我到现场去看，的确游客很多，市民很多。那两个祝福呢？我们祝福到海洋广场的人的市民朋友跟国人，在参观 LED 灯光艺术跟科技结合的鲸鱼花灯参观以后，将会人人精彩一生，年年有余，这是我们这一座鲸鱼花灯的主体。那我们第二个祝福是祝福市民朋友到市民广场
那参观 LED 灯光科技艺术结合的月老，还有牛郎织女的花灯，那人人都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有缘千里来相会，那真正做到人间有爱，找到真爱，这是爱的广场，这是我们今天就是以希望跟爱来做一个主体，谢谢。哇，真的就是用希望跟爱来打造我们美丽的基隆，让基隆可以生生不息的下去。那黄世颖中心会很用心哦，他们刚好适逢168年历史的基隆中元祭，他们也特别准备了一支影片哦，要让我们的中元祭生生不息。在台湾有一项活动，深具文化传统与文化的资产意义，它见证了民族的拓垦与苦难，展现了子民的悲悯与智慧，传承了民意的多元与优美，提供了族群的融合与方向，深具文化传统及文化资产意义。基隆中元祭，黄信总代，黄信主谱隆重登场。这就是我们后疫情时代的民族实现。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座文化局副局长，今年中元祭其实有很多的亮点元素在里面，艺文活动也没有少哦。我们要请副座来跟大家介绍。好，谢谢主持人哈。那文化局承办这个中元祭这个活动以来，已经从1994年就第一年就开始承办到现在来了。那在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最近这几年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稍微有一些比较缩小规模。但是在艺文的展演的部分，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来并没有中断过哈，甚至于像一直为大家，像我们前几年有所推出的所谓的共，在106年有一个叫做共愿聚香火，那时候。有百湖北馆的，我们就戏称叫做千岁团哈，那些长者们跟学校的像中老中青三代通通整个的同时来在开化水内容已经开幕的时候的一个演出，甚至于到后面还有一个所谓的潮海渡，好，这个都是在潮海渡的，除了说当年化水内容已经开幕的表演之外。后面还接着推出了所谓的剧场版，这个都是延续跟我们中元祭有关的，还有北馆有关的一个元素在推动哦。那甚至于去年，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开幕式的就这个活动表演就把它调整为变成在开灯放彩的时候在主舞台那边的演出。那个还有今年的，好，去年是一个叫做《崭新共愿新未来》，那这是由一个王立安导演他所。整个筹编的，那去年当然就王导演来讲也是一个算是他的遗作了，好，那也引起了蛮多人的一个回响跟赞叹哈。那今年我们另外又邀请了所谓的在主舞台这边，在一样是在开灯夜，农历7月12号的晚上7点半到8点，在主舞台有一个世代共荣祈愿共好的一个演出。那这个是邀请台北爱乐交响乐团、基隆俱乐社一组、采风夜访，还有大红旗剧场，大家共同的演出，有关于侵华战争跟我们中元祭的一个相关的故事哈。然后在放水灯游行的当天，中青会也有一个太鼓的表演的艺术团队，哦，这是在6点40分，这是农历7月14号的当天晚上的演出。另外，我们文化局也有邀请一个。一展庄严马戏斗阵型，这是这个福卡福尔摩沙马戏剧团。其实这个剧团，我们最近几年的一些所谓的艺术禁区的这个活动，他们都来在基隆演出了相当多个场次，那也获得民众相当的赞赏哈。那这个马戏的演出，主要它是要透过杂耍，然后把还有跑酷及舞蹈等等的马戏表演艺术一起。到顶行，好，跟我们所谓的中元祭在大家在拼，以那个赛阵头来取代打破头的这个意义有一些相对应的结合哈。另外是我们还有花车，
那这个花车有基隆市府的，也有议会，甚至于今年还有那个中央选委会也会来参与我们的花车游行。同时在我们的华纳使馆暖暖那边也有一个跟中文系有关的这个展出的部分，那个名称是那些人那些事，那这些相关的展演的艺文活动，那诚挚的邀请我们民众一起来参与，特别是在中原系放水灯游行的时候一起来观赏我们整个的，因为那天演出有文化局的安排的艺文活动，还有中心会的他们所邀请的团队的演出，欢迎民众一起来参与，谢谢。哇，这样听起来文化局真的准备了非常多精彩的内容，包括了我们的开灯夜，我们开灯放彩的那时候有请到了马戏团，然后而且还是中西合并的一个音乐交响演出。那另外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黄蜡石博物馆，它有一个那些人那些事百年传承技师的展演，大家有时间有空一定要记得去看看，一块来让自己更了解我们的中原文化。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被交通部观光局列为全台十二大地方节庆之一的基隆中原祭，7月29号下午在老大公庙开开门喽，一块来看看。在基隆市长林佑昌、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廉及立法人蔡适应陪同下，轮值主仆黄信中心会卤主黄大明手持钥匙解开锁头，将门打开，完成基隆中原祭的重头戏之一——开开门。在完成启灯脚后，农历7月1号午时，基隆开基老大公庙进行开开门仪式。轮值主仆黄信中心会准备三牲、菜碗与财帛，在道长主持下，与各姓氏中心会代表虔诚祭祀。随后由老大公庙主委陈丁宝将装有登记簿及钥匙的锦盒，交由基隆市长林佑昌，再转交给轮值主仆黄信中心会卤主黄大明。登录好开开门的时辰后，随即开启开门，让好兄弟到阳间接受人们一整个月的普渡供奉。今仔日壬寅年吼，是中元节168年的节时吼，今年是由五省中正会吼来遮开开门。开开门进前就是早暝有举行这个开灯夜的祭典，所以。昨已经甲老大公已经禀好啊，讲今仔日要来请这老大公，今仔要出来。较早咱有做开鬼门，即摆有做开龛门，在未时2点一定爱请老大公出来，就是由今年咱的主簿黄姓卢主吼，黄大明先生啊来啊，甲市长、甲咱只主委啊、甲市长吼、地方官员共同来开起这个龛门。出席开开门仪式的林佑昌表示，从凌晨的起灯脚、开灯夜到下午的开开门都很顺利。他相信今年的中原祭都会圆满完成，市民心想事成、健康平安。开开门呢，是我们每一年中原祭的重头戏之一，那也象征的我们的老大公、好兄弟哦，要到阳间来接受大家的一个供养哈。那我想我们从昨天的一个点灯到现在要开开门其实整个科仪的进行都非常的一个平顺。那今天也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一个好天气哈，我相信今年的一个主普一定都会非常的圆满顺利平安啊，然后也是代表了整个市运能够非常的平顺，然后市民都能够心想事成。除了主普坛开灯放彩、引斗灯绕境、放水灯、花车游行及释放水灯头等传统科仪，基隆市文化局方面也规划各项丰富的艺文活动，邀请国内外游客在整个农历七月到基隆感受传承168年的基隆中原祭庆典魅力。刚看到是我们的开开门这仪式庄严隆重。那在中原祭里面，我们有科仪嘛，有13个。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教我们的游淑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些科仪的故事、典故还有内容。好，谢谢小君。那所有科仪的目的是什么哈？它是为了让这一个整个过程，你的目的它可以完圆满的达成啊。那所以在基隆中原祭，它最重要的也是被指定为国家无形文化资产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有一个完整的道教科仪。那目前我们归纳出来大概也是有13项。那
项目很多，包含了我们刚刚有讲影片里面有看到的开灯夜，然后开开门，再来的话会是一个竖灯糕跟开灯放彩，还有送灯献境，还有一个引斗灯，还有水灯头游行，然后放水灯跟中原普渡，再来就是送菇跳钟馗，在之后的关开门，再来就是手炉的交接，林林总总这么多呢，其实它锁定在几个就是说。观众朋友如果想要去参与的话，有一些它是有禁忌的，那有一些它是有完备可以的部分。我们今天就举重点来跟各位分享哈。首先就是那个竖灯糕的部分哈，那个顶钩啊哈，基隆的灯糕它是属于，就是说中原街它是一个大普渡哈，那它的贡品跟参与者是最多的，所以那个灯糕的高度呢，是在目前基隆看来的话，应该是灯糕数的最高的哈。那长度应该是有1000公分啊，大概是3丈6寸啊，六尺吧哈，反正就是大概有3层楼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然后分为天高跟地高，就是天灯跟地灯。那它的分别的作用呢，就是一个天灯的话是白天升起，然后引请这个众神降临来见教，然后地灯的话就是晚上哈，大概是傍晚5、6点开始太阳下山的话，它就会升起天灯降下来。那它的地灯的目的呢，是在招引这个海上、水上跟陆上的无主孤魂来这里接受普渡供养，好，所以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local 一个标志，让好兄弟们可以知道这里要普渡了啊。那它的禁忌在哪边？就是说朋友们如果来看的话哈，它那个顶钩卡，它会有一个地球给裹住竖起来，为什么？因为要跟神圣跟世俗做一个区隔，因为我们目的竖灯糕，这个可以，这个教典的目的是要普渡好兄弟，那我希望整个可以顺利的完成，所以不能够有任何禁忌发生，所以这一次保护灯糕的神圣性的情况，就是要避免。为什么用一个地球改维卡？就是说怕不小心女性去碰到了哈，这个是性别禁制的部分，在民俗场里面有很多，就是有很多是女性被禁止不可以去碰触的哈，那真跟神圣性跟经学的禁忌有关系，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怕你不懂事不小心去撞到，我就直接用竹地球改维卡哈，天高跟地高都有哈，所以小朋友也不要调皮去碰它哈，这个是一个登高的禁忌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开灯放彩，大概是目前这几年的一个重头戏，因为主普坛点灯之后，它就一直要到普渡结束后才会熄掉哈，大概到8月才会熄掉。那等于是所有基隆市区的一个很鲜明的地标。那在这个点灯之前，道长会先做一个净坛的仪式，然后净坛仪式结束之后，把这个场域净化以后，开始由中青会跟市长哈地方的头人他们去举行按这个钮去一个开灯啊，象征性的就是我们要进入一个普渡的一个氛围了。那当天晚上会有一个我们刚刚有说过的副座有说过的这一个北管重金属的跟爱乐的一个共演哦，那这个是精彩可期，因为基隆社一组从成为我们基隆市无形文化资产的一个保存团体之后，第一次参与公部门的一个活动，所以精彩可期啊！希望观众朋友都可以去竹埔潭看一下这一个演出。竹埔潭也可以说成是大饭店，对不对？对，小军把它比喻得很好，这会牵涉到的就是我们食物普渡了。好，再来就是有可以的部分，就是掐刀丁哈，就是农历7月13的掐刀丁哈。掐刀丁我们在一般在写法会写成是引斗灯，我这边会特别用掐这个字，其实是宣社朋友哈，他们习惯用掐刀丁，为什么？这个斗灯是各宗亲会具有他们团体运势的一个象征物，一个神圣器物，所以为了要展现它的神圣性，我们不是把斗灯迎出来绕街，我们是把它请出来，然后请到庆安宫里面，在神圣场域里面去维护它的神圣性，所以北管宣社的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用法用掐刀钉哈。那掐刀钉呢，它会有一个比较
明确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基隆中原祭的整个一个历史脉络里面，除了漳泉的这个族群的械斗冲突之外，在基隆这边我们还有一个戏曲派系的冲突，就是嬉皮跟福禄哈。那嬉皮跟福禄的冲突其实跟中原祭没有关系哈，朋友们不要误会啊。它其实是我们在掐刀钉的过程里面会看到一个经过卡玛钉这一条被现在被遮起来的这个桥上面的时候，会看到它会交换前导秩序哈。那分别由聚乐社一组跟德义堂十组作为一个引导的一个宣社哦。那到这边它也是过去市中心里面嬉皮跟福禄派系的界隔哦，这边的势力范围的区隔哈。往火卡玛丁这边往火车站这里城隍庙这边的话是属于福禄派系的，然后庙口这一边的话是嬉皮派系的。那两派系的CEO 就是分别是聚乐社一组跟德义堂十组哈，所以到这里本来呢，我们是从目前是从金鸡桥这边出发聚集出发，那这边的势力范围是属于嬉皮派的，所以这边我们会看到出发是由德义堂十组带头。引导整个中青会的十五个中青会的斗灯，好这样绕行，然后一直到卡玛丁桥，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交流道下面这一个海洋广场前的这一条桥的时候，德义堂十组会先列在旁边等待，等待后面的压后的这个聚乐社一组通过。为什么礼让？我从这边到了你的势力范围，那我让主人先行来带领我们前进，所以这个叫高瓦丁。那以前到通过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就是点头啊，有一种默契，就这样默默的就换了秩序过去了啊。那这几年可能是公部门还有一些媒体的一个关注，好，大家会特别守在这边去拍，因为它象征是嬉皮福禄的一个从冲突走向一个和解共融合的一个现象哈，它变成是一个活的历史哈，我们还可以看得到的情况，所以目前这几年我们看到就是他们会刻意的去握手示意哈，然后或者是打一下招呼，然后再过去。当然，你从这边过去的时候会交换前导秩序，那再绕回来，要再回到那个分别的范围的界限，就是以前古苏坡爪那一边、牛仔街那边的时候，他又要再换回来。所以高瓦丁会有两个地点，然后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得到中原祭活的现场、历史现场哈。然后这个是精彩可期，所以。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在7月13号下午2点的时候，可以在金鸡桥这边，可以跟着大队一起出发。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水灯头绕境，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基隆人都知道这一天好热闹，市区一定是交通管制塞车啊。那这个就要看中青会他们端出的菜色是什么。好，就炒了这一个游行的一个气氛。那比较重要的是到望海巷这边的一个释放水灯头的部分。那释放水灯头呢，它在开始前，它会先有一个水灯科仪，由道长们来主持啊。水灯科仪结束之后，会先绕行去净化这一个场域。这里面呢，这个场域等待要释放的水灯头，总共除了15个中青会的。水灯头之外，还有包含了其他的水灯头，总共有28个水灯头。那这些跟以前我们的细短条时期的普渡有关系哈，那都有条柱，所以只要有斗灯，它就会一定只要有一个斗灯，它就会有一个水灯头。所以包含了天官手、地官手、人官手，然后五谷手，然后献地手等等的，都会有一个斗灯，再加一个水灯头。所以你可以到。望海巷那边可以看到，它布置的很会依照轮值族谱的顺序来布置哈。那15个姓氏在前面，后面就是其他的一个灯手的部分。这边巡净化之后，它才会进入这个释放的一个过程。所以这边是有科仪的哈。那再来有没有禁忌？这边部分其实是没有啦，我们就是看就好了哈。那比较要解释清楚，就是有些姓氏中青会，他为了可能跟他的历史脉络有关系，
好，那有的是怕说送出去刚好遇到了水象不稳的时候会翻，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水灯头代表的是中青会的运势，因为接到这个邀请的好兄弟们能不能够顺利接收到这个讯息很重要，所以你的水灯头推送的越远的话推想知道讯息的好兄弟们越多，所以他们都期待能够推得越远越好。所以如果遇到海象不稳的时候，可能还有可能推不出去，台风的时候，那有可能到一半就倒了，然后对他们来讲会用船把他们拉出去。哈，救难协会，对对对，都是现在这几年都是救难协会在推，可是，一样就是有些时候，因为我们14、15晚上是涨潮，推不出去，所以有些中青会他就会特别用了比较大的一个形制，我们有些时候是船的形制去放他的水灯头，像去年的联兴会同白他们就做了一个，然后往年的话大概灵性族谱的时候他们也会用这个形式，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们的妈祖林默娘是他们的祖先海神，所以他们要用船啊。那我在这边要特别解释一下，因为有些观光客他会以自动的联想，看到船很显目，他说啊，家有修王祖，很抱歉，我们这边不是修王祖哈，我们是送水灯头，释放水灯头，这大概是要做一点全解释啊。再來就是重头戏7月15的中原普渡，中原普渡要看什么哈？看贡品。是，我们要看我们的三连桌的贡品，很丰富哦。对，这也牵涉到的是我们文化资产的一个记忆的部分哈，那三连桌它分别有荤、汉食、素食，就是荤的跟素的一个连桌，再来一列是西洋连桌。我们要如何能够看见基隆中原祭悲天悯人，而且不分族群的情况？要看的就是这个部分，西洋连桌啊。为什么？因为基隆经历了这一块小小的土地，有西班牙人，有荷兰人，有法国的入侵，然后再来有日本的统治，所以他有很多族群在这里涉猎，或者是说侵略，或者是生活的一个足迹。那当然也会在这边发生了意外，或者是消失。所以为了让这些异国孤魂们也能够得享普渡，所以你的贡品也要为他们设计。总是有些人会水土不服啊，他可能吃不惯，所以我们看了西洋连桌就可以看出基隆人那种好客，甚至是大概底家大概拢好的状况，所以普渡的贡品也会准备他们的。你可以看到有牛排、有生鱼片、有寿司、有欧元、巧克力，那个是法国公墓普渡，这边没有了。我们基隆中原祭的普渡没有，对对对，红酒啊、法国面包啊、长棍面包等等的，你就会看到，适合就是他们习惯的饮食，饮食会出现在供桌上面。还有一个就是，在汉食连桌底下有一个是专门为南墙往生的孕妇们准备的麻油鸡汤哈，这个就。体恤这些女性们，她们不幸往生，她们也要好好的保养身体，所以把阳间的概念、坐月子的概念延续到阴间去哈。那再来就是晚上比较重要、禁忌最多的就是上钩跳钟馗。好，那跳钟馗呢，其实它一般现在大家在宣传都会宣传，跳钟馗很好看，很好看，因为你会看到上。开脸的这一个演员，他会在舞台上面去展演哦。那有人说很好看，是因为那个袖子一掀，下面就可以看到很多头，很多不会啊。其实他有一个很禁忌，而且是确实有发生意外的哈。就是说，这个扮演钟馗的演员，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他只要一开脸一怕明了，他代表的就是钟馗这个演员。然后我在跳钟馗的目的是要把还滞留在这边的好兄弟把他送走，把他请走嘛。所以当如果你叫他小军，他说啊，那你不是钟馗啊，那我怕你干嘛，我就不走了，我就留在这边赖皮了。所以跳钟馗的禁忌是，第一个你不可以开口叫这个人的名字，然后你如果破了这个梗，他以后会产生后续的一个意外，你无法预测的。所以举一个例子，大概就是明花园的老团长。好，陈明台先生，他就是因为某一年跳钟馗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啊回来看他，看到他，爸爸，你去跳，你爸，跟他打一个招呼，爸爸。结果，他也忘了这个禁忌，他就回他说，啊，你回来啊。好，结果
那一个事件到后来一个月内，家里都很多很多不平静的事情发生，包含这个喊他爸爸这个大女儿，就一个月内开了四次刀，第四次刀不幸往生，好，得年18岁。然后后续连续总共这一个跳钟馗事件，他们家族死了4个人。这个孙翠凤自己在回忆录里面访谈里面都有提到，这是跳钟馗的一个禁忌，因为我们的目的当钟馗的这一个人，不管人家有没有叫你，都不可以回忆，因为他扮演的就是一个在驱逐这个恶鬼的一个角色。我们的目的是这个啊，你只要破了这一个禁忌，然后就说哎，一起狼，不是行，那这好兄弟就不会怕了啊。所以这个是禁忌，请。观众朋友们想看这些精彩的展演，可是要遵守禁忌，最好的就是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对，也不要跟旁边的朋友，哎，你们来看，就不要让好兄弟发现，是，这大事也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最主要的科仪的禁忌大概是如此。对，哇，谢谢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大家要记住哦，就是去看的时候保持一颗尊敬的心，少讲话。最好都不要讲话，就在那边看就好了。那基隆刚刚有说到这个普渡嘛，接下来要带大家看看基隆人的慈悲心哦。在1885年的侵法战争中，有700多名的法国士兵是战死在基隆，但是基隆每年都会进行一场很特别的普渡，连今年也不意外。我们来看看。在竹埔黄兴中心会主委黄丁峰、基隆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天庆、立法人蔡诗颖、法国在台协会副主任戴林志等人参与下，侵法战争纪念园区普渡法会盛大登场。戴林志并代表法方在纪念碑前献花。这是基隆中元祭最特别的活动之一，竹埔的黄姓中心会用丰盛的贡品祭祀这些客死异乡的亡魂，具体展现基隆人不分国籍族群的慈悲心。清朝的兵在这边也死伤蛮多，法国兵也是死一堆人啊。啊，细汉的时啊，因为我拢对阿嬷、阿公拢来头前家来普渡，啊，因来普渡。拢总是利用这个农历7月10啊来普渡。那中元祭最主要的目的是终止张权械斗。想想看，清国公跟法国公来讲，他们都是当然都是为了战争而死亡。那我们告诉他，我们要终止争斗，哦，就像张权械斗一样终止争斗，大家才能够和平相处。过个好日子。从2018年就参与法国公墓普渡活动的法国在台协会副主任戴林志，非常感谢基隆市民的热情和祭祀的诚恳，为法国的英灵提供了安息地。即将离台的他也认为，法公墓成为台法友谊的实体，也彰显和平的重要性。100年前，在一起台湾跟法国有打战的，我们现在还没有打战，我们现在当朋友。我们要还想一想那时候100年前的四人的，有台湾人，有法国人，但是我们现在都在友谊的，这是重要的。我们应该想一想历史的好问题，就这样我们可以未来在一起做朋友。身兼台法国会友好协会理事长的立法人蔡诗颖希望借这项活动祈求和平，也加深台法之间的交流。因为基隆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都市。基隆市也曾经在历史上爆发过我们的侵法战争，那这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可是，在现在的过程当中，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我们来祈求和平。所以，诗颖也非常高兴有今天能够来参与。一行人也到邻近的民族英雄墓祭拜同样在侵法战争中阵亡的清国将士。与镇沙社区合办这场普渡祭典的基隆市议员张浩瀚希望唤起大家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在日前呢，也举办了一个沙湾地区的一个走读活动，那希望借由啊这个走读，能够唤起地方居民以及我们在这边以外的一个市民哦，对于这个地方文化的一个了解。那今天呢，也特别透过这样的一个祭祀的一个活动，来特别来纪念过去啊阵亡的一个将士，也希望把啊这样的一个精神，我们普渡的一个精神。啊，也可以持续永远的流传下去。真的，也就可以看见我们基隆人的慈悲心。基隆的普渡真的很多元，那我们要把
镜头交给我们的主委哦，让大家带大家来看看今年在普渡的方面有什么样的亮点。主委，对，我们今年中原普渡，那除了在四季各样的装置以外，那普渡最主要是依循惯例，该有的都有。那最主要我们在那老大，最主要在庆安宫跟竹婆潭啊、卡丁沟啊，这招引啊路上的孤魂野鬼，也会到望海巷放水灯头，那招引啊海上的孤魂野鬼，告诉他们我们将在7月15号在竹婆潭那边祭拜他们。那我们祭拜孤魂野鬼以外，我们会把我们的祭品来同时捐赠给低收入户哦。那因为今年啊，市政府没有办法配合办理，因为市政府也人手的关系。那在15年前，我们是把祭品相当于低收入户同样份数的祭品，我记得很清楚，1311份，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帮我们转送给低收入户。那因为现在社会处人手不够，那加上基隆市现在已经成立食物银行，所以我们把祭品转赠给食物银行，有食物银行帮我们代为转赠给低收入户，那这样达到人神共普哦。我们也一方面祭拜神，那一方面也对于低收入有点照顾。那像各位在报告啊，我们最主要是祭拜孤魂野鬼，但是有人会认为说，啊，力都当身为一个律师，应该书读了蛮多的，那么为什么还那么迷信？但是向各位报告，我是信而不迷，我真的是信。为什么信？我刚刚我记得在民国81年的时候，那一年我妈妈刚好往生，那我妈妈是4月往生，那中青会在1月份的时候就到我事务所去找我，说我们黄姓中青会第一次啊，从联兴会跳出来第一次参加族谱，那族谱要花点钱，那是不是啊共享盛举也见证一些钱？那我问裴董来的，那通常要见多少？他说5万块钱好不好？我说可以啊，5万块钱，然后在当天就交给他。那一年4月份，我妈妈往生。那到7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在元月份的时候，他跟我讲，7月份那一个月，7月1号的时候就会送来一对族谱灯啊，族谱旗放在你的事务所门前，代表说咱黄县今年伫咧祝福。但是7月份到了，中青会没有送过来，我打电话问，哎，你那改祝福灯、祝福旗无上来？他说我不清，妈妈无去，无干净，不好，不要参与。我说可以，哦，当下，哎，那一年我妈妈是70岁往生，我父亲只有73岁，那我是相当的担心呢，因为我爸爸妈妈两个人虽然不认识字，但是感情很好。那我担心说，我父亲可能你要留下来不容易，但是在突然之中，我想到一个念头，说如果我的父亲能够让他留下来，15年以后，我在黄姓宗亲的族谱的时候，我将要出钱处理。那果真在民国95年，就是已经快15年了。那我父亲的确身体还很健康，那96年的时候，我就去参与担任那一年族谱的炉主。那我讲这一段过程，最主要是说，我之所以说我刚刚说我是信，但是不迷，因为的确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验证了这个老大公也好，天也好，或是后兄弟啊也好，他们的确帮助我达成我想要的，因此我从那个时候
对于中原普渡这个中原祭这个活动，我就热心的参与，啊，这是我本身哈经历过的一个所谓的奇迹也好，啊，神迹也好，啊，确实是如此，谢谢。真的就是信而不迷，没想到我们就想说，哎，律师哎，这么理性的一个职业会来加入我们的中原，就是中青会来参加我们的中原普渡这一件事情，没想到是有故事的。而在这当中呢，也可以看到我们基隆人慈悲的精神哦。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我们的花车游行，还有我们的释放水灯头。这两年来是碰上了疫情，但是文化局跟宗亲会依然是遵循传统来举办，而且他们就是因为民众没办法来看嘛，所以他们加强了各项网络的媒体行销。其实有些客服点需要去客服的，我们要请教副座。哎，好，谢谢啊。那我先补充一下，刚刚有老师有提到的一些科仪的资料哈，我们文化局有这个活动手册哈，那上面相关的刚刚所介绍到的一些科仪，这上面都有哈，那就欢迎民众来到我们相关的据点去索取哈，啊，这是其实这上面也有 QR code 之类可以扫描运用哈，好，这是补充刚刚有关科仪的部分哈，那有关这个。我想前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所以整个中原祭的活动都有缩小规模，特别是去年啊，但是科仪我们秉持的就是科仪一定要继续往下走，因为这是有相当文化传承意义的一个活动，所以去年我们只是缩小规模，但是整个科仪维持不变。那今年那在中青会拜会市长的时候，就整个再加上市长他针对整个我们台湾地区疫情的一些发展，那有了一些重大方向出来。我还记得去年在交接手的时候，那时候主委在致辞的时候讲了，因为今年刚好是2022，也是民国111年，更是中原祭168年的一个有相当意义的一个时间点。那黄信中青会他们期许的就是能够回到早期的那种模式，继续往下扩大来办理这个中原祭的。特别是放水灯游行的这个部分哦，那今年当时中青会在拜会市长的时候就已经这个方向也就定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早期的模式。但今年跟3年前有一个最大不同的就是，因为3年前当时还有所谓的社团的游行是从西安那边过来，那今年因为也是疫情之后后疫情时代的第一年，我们是只有中青会的这些花车游行，那跟特别是因为他们有水灯头的啊，那社团的部分我们今年就没有办理，那整体的还是以中青会为主轴在做推广跟传承的这个部分。那在整个的，因为毕竟虽然是后疫情时代，但是有一些还是有所限制住，那我们就跟前两年一样，特别着重在所谓的直播宣传的这个部分呢，网络行销的部分。那这边这一张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要会透过直播平台跟网络行销的一个讯息啊，像开开门已经过了哈，那接着开灯放彩，农历7月12号的时候就有透过一些媒体来做一些行销的，譬如说年代好。然后还有壹电视跟魅力基隆的网络行销，那当然，基隆电视公司也是不可或缺的哈。我们开开门还有放水灯游行，都是基隆在他们挑大梁哦，甚至关开门的时候也是基隆公司在处理的。那释放水灯头的部分，延续去年的模式哈，在望海乡那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双主持，我们邀请了大道奈绪跟林茂贤老师。一起来做现场的直播的跟解说的部分，那放水灯游行的时候，林茂贤老师也会在现场哈。这是我们透过网络直播来处理的部分，啊，期待，因为毕竟网络是无国界的，除了我们基隆市民之外，期待透过网络能够对外行销，然后有更多的，不管是国内外的民众都能够一起来关心我们放水灯跟中原祭的这个活动。
好，以上，谢谢。哇，所以可以看到，其实文化局有备而来哦，在每一个重要的这个科仪祭祀地点当中，都可以看到直播的现场，而且还安排了主持人在现场来进行转播跟解说。那当然，这在东间在其实，在筹办的每一场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困难跟挑战。我们要先请诸位跟大家分享，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又怎么样来克服呢？在1996年，我担任族谱的主委。那1997年，我接任黄姓宗亲会的理事长。我就当时跟宗亲讲，我们如果每年的参与花灯游行，我们去租一部野过车，大概3万块钱就够。可是我说这样哈，对自己、对市民、对历史都无法交代，所以我就要求哈，我们务必啊，要尽力，务必要哦，用心去设计。通常我们会提出一个主体，然后请公司去设计画车，然后经过我们同意以后去制作。那今年来讲，我们一样，我们没有一格车，我给过车，我们都是五部花车。那花车第一步，我们就认为说今年是虎年，我们就开头花车说“虎虎生风庆中年”，就是跟中年有关。就以一部符的样子来做一个啊展示。那第二步呢？因为今年疫情很严重，啊，疫情过去疫情也很严重，所以我们做一部防疫的宣传车，叫做“全民防疫，哦，平安健康”。我们是期待说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然后。防疫过了以后，我们希望我们基隆能够快一点进步起来，我们就魅力基隆，风光无限，这是第三步的花车。那接下去我们第四步花车是说农民失活百亿消，还是一样，我们期待就是说疫情快一点过去，哦，当然这是向天向老大公祈求。那最后一步花车是全民挺医护，向医护人员致敬。我相信这五步花车出来以后，尤其第五步花车，那很多人看的都会掉泪。的确，我们全民要向医护感谢他。如果不是他们，那我们今天不知道会怎么过。那以上是我们筹备的花车的过程。谢谢。哇，可以看到黄姓宗亲会很用心，他们今年没有那个一格车的，对不对？没有，但是他们就是用我们的虎虎生风庆中原的主题一周，再加上呢，就是希望大家都平安祈福嘛，就可以来进行防疫，希望大家都过得平安这样的花车的主题。那说到这个主题，大家刚刚有说到在海洋广场有这个漂亮的金鱼灯，我们再带大家来看看。在轮子族谱黄姓宗亲会主委黄丁峰与基隆市文化局长陈进平、立法人蔡适应等人共同启动下，大型金鱼主灯瞬间点亮，在绚烂镭射灯光及磅礴的音乐陪衬下，展现不凡的气势。这是族谱姓氏黄姓宗亲会的创意，在海洋广场设置超吸金的装置艺术，张着大嘴的金鱼悠游在海洋广场上，象征基隆游向大海的雄心壮志，更取谐音祝福参与基隆中原祭的游客都能精彩一生，年年有余。我们海洋广场用 LED 灯的灯光，配合艺术跟科技，来做成金鱼的花灯。啊，我们的。花灯名称叫做精彩一生，年年有余，祝福到这边拍照打卡的人永远就是精彩一生，年年有余。黄姓宗亲会的用心也获得各界肯定，让传承168年的基隆中原祭不只有祭典可以，更展现基隆市丰富的人文艺术底蕴。这
是我们除了传统科仪以外呢，在中原祭里面非常有人味的艺文活动。那除了有传统跟现代这件事的结合以外，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基隆，可以体会更多元的一个基隆的文化，然后跟一个传统文化之美。那今年黄信中青会非常的认真，他们也准备了非常多丰富的内容啊，所以我相信今天的整个我们基隆市区这样的一个点灯的活动会非常的精彩，那会整个农历时间基隆的晚上就宛如不夜城。除了海洋广场精彩的大型鲸鱼主灯展览及灯光秀，黄信中青会在中山高速公路大叶隧道前及市民广场也都设置有创意花灯展览，让国内外游客在中元祭期间到访基隆，见证这座融合传统文化与进步科技的美丽海洋城市魅力。真的，海洋广场真的是越夜越热闹。我们看到这个大型的花灯，而且很有特色，就是金鱼，就是希望大家年年有余。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放水灯游行这个重头戏当中呢，今年其实有封街的。那封街的注意事项有哪些？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座喽。好，谢谢啊。因为今年的放水灯游行，我们又回顾到了比较大型的。那也像刚刚有讲到说，中青会的水龙头车这些都会参与游行，好，那整个的路线上面，我们今天就必须等于市区内中心点的部分都会做交通管制哈。那这边有一个管制的图表，但是几个主要的跟大家讲一下哈，因为观赏台是在国泰世华银行这边的，那所以在中一路这里，我们在8月10号晚上10点，因为要搭观赏台，所以就会有一个。那边要管制跟封闭几个车道的问题哈，那10号晚上10点开始到11号，整个放水灯游行结束之后，一直到12号的早上6点才会恢复通车哈。那这个部分，那这边有需要搭车的民众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讯息，有一些现场的告示牌等等，我们已经陆陆续续都已经张贴出去了哈。那这边就提醒一下民众，那因为施工的时候，中一路在中正高架桥到新乐路之间的路段会调拨一个对向一个车道啊，做整个的施工的一个进行哈。那另外是中一路跟下一路口这里公车站就不停靠哈，这是在8月10号的晚上10点到8月12号的早上6点啊，这个部分请民众注意一下。另外是在中元祭游行的部分，因为我们在8月11号的傍晚5点半到晚上11点是整个交通管制的时段哈。那国道客运的话，它会5点半到11点就改到港西街搭乘，然后1579的路线就改到中正路机港大楼临时站搭乘哈。那2088就由台六二线经孝东路交流道到基隆女中。啊，因为基隆女中过来到市区就是管制区哈，所以2088不会这个时段不会进入市区。那这个是国道的部分哦。那另外在当然其他还有一些的管制，包括说那个中正路、中船路这边的，还有一些曲水街4跟6字头的公车，还有一字头的、二字头的公车都有受到影响。像成功桥的部分，好。3跟5字头的公车在成功桥这边回转哈，那刚刚几个是一个公车回转点的说明哈。那望海巷的部分，那整个管制时段是9点到晚上0点、12点的部分的时候。那同时我们有中心会这边有准备了免费的接驳车，在整个放水的游行市区结束的时候，预计是9点半左右。会在4、5后面，就是中正路这边，会开有接驳车来接送民众到，四望水灯头的望海乡的现场，然后晚上半夜，11点半的时候再将游客由望海乡接回市区。好，这是以上的说明。那另外补充一下哈，这个真慢面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跟异业合作的，那其实跟刚刚主委在提到的有关的，我们也是把它转，对，转正出去哈。啊，让大家市民朋友了解一下，谢谢。
是，可以看到文化局真的很用心，在交通管制部分真的有很多的细节要请大家注意。如果你记不住没有关系，反正你就知道市区交通管制这一件事情，跟着指标走就对了。然后也呼吁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不然到时候停车会很麻烦。那最后剩下两分钟，我们先请老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中元节有一个重头戏要看的是什么？哦，当然回到这边的话，我们当然是要推介在地的一个文化资产团体啊，就是北馆哈，居乐社一组的北馆，其实它在这几年会有这样的亮度，其实我觉得要归功于官方跟民间的一个合作，才有这样的成果，所以我们也很感谢文化局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支持哈，让居乐社一组它的从2019年体报通过受证之后，到现在每一年都我们看到它的表演形式越来越盛大，而且看起来它的保存与维护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那这边呢，跟北馆相关的一个展览，就是刚刚副座有提到的哈，8月6号在我们的黄蜡石文物馆的一个那些人那些事的一个百年传承艺师的展。里面有十大艺师哈，那这个有包含了我们道教我们中元祭里面的科仪的两位道长，还有4位北馆的艺师，还有3位包含工艺类的勾抓的一个艺师的特展了。那当天上午呢，有我们基隆唯一一个全台湾第一个女弟子北管乐团的一个林义俊的周勉老师，我会跟他在现场做一个讲座的对谈。那欢迎各位有兴趣去了解女子弟好陆德柱当年如何的风光哈，然后我们来听周勉阿姨讲她的一个跟北管的故事，谢谢。哇，有兴趣的民众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两分钟，我们把时间给主委，今年的老大。好，那今年的海洋广场的精彩一生，年年有余。这个精彩花灯，我们每天晚上7点到10点钟，每半个小时一次的灯光秀，加上每个礼拜的礼拜六礼拜天艺文表演，所以市民朋友有空的时候晚上出来走一走，看看灯光秀，看看艺文表演。那还有市民广场也是一样，那在12号开灯放彩以后，那今年的主舞台绝对跟往年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确用心去装饰，花钱花了蛮多钱，用心去装饰。那希望市民朋友大家来共同参与。那如果说平时无闲，13、14，就是13号迎斗灯，14号放水灯，务必来参与。这是我们基隆市民的盛事。我们基隆市中元祭，跟大甲马祖进香、白沙屯马祖进香并列为民俗文化活动。那我们是排序第一号，可见我们这个活动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一定要参与。那当然，基隆市黄氏中心会尽本分、尽能力啊来筹备。谢谢各位。哇，真的谢谢我们的今年主普，我们的主委黄信宗亲会哦。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带大家来看到基隆中元祭的传承与创新，把这个慈悲还有民主融合的精神代代的相传下去。感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记得来参加中元祭哦，拜拜。